少人要开车出门呢，都会透过1968的 APP 来看现在的道路即时路况，而且有拖板车司机呢，透过国道的监视器捕获到了一只鸟。这不是 P 图，就是这只黑鸟乱入，挡在镜头前。喂，我说大哥，别人要看路况，你伫立在这，把车道跟路牌都挡住，也太耍大牌。站在中山高的高处，是要帮忙报路况吗？很多只镜头嘛，我得凊彩点啊，凊彩点点有一支，内底有一只鸟啊，我得给截图。截图完之后，它下一秒它就跑到镜头的右边，剩下它的一点点的尾巴。我要在截的时候，它就走去啊。就在8月25号早上9点多，薛姓拖板车问讲要出门跑车，怕遇到塞车，先看看即时路况。连选国一台南仁德段，就在北上328公里处，一只鸟出现在画面上，睁着大眼睛。它驻足的位置应该就在监视器下方的这一只横杆上。看路况变赏鸟，可遇不可求。这种不会马上就飞走吗？这也太神奇了吧！嗯，要非常幸运，这是一只鸟啊，它飞在那个镜头上面也不奇怪。如果今天上面有一只鸟出现在那边，比中乐透还幸运呢。鸟儿挡镜头，有人则是差点被人吓到。网友分享8月11号国三北上民间路段，工程人员爬上安全围篱作业，远端使用 APP 的驾驶人吓一大跳。我觉得看刚才工程人员可能会比较可怕一点吧。突然看到一个人在前面，你会怎么吓？会吓到。高工局说，国道两侧的监控系统架设在安全梯上的，距离路面10几公尺高，工程人员偶尔会爬上去。麻雀、鸽子等鸟类最常来借地方休息，但会正好被你遇到，遮蔽即时路况，代表你们有缘又 lucky。TVBS 新闻张丽玲、黄小琪台南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要开启小铃铛哦。还有，下载 TVBS 新闻手机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